哇！大家好啊！哇！你好唔好啊？啊，星辰，你的广东话很好啊！我还会一点点，我还会啊 ，No I lady 啊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。Hello， 信哲，这次有没有跟女朋友一起来香港？这次没有，就是来香港一天工作，对。会带一点礼物给她回去。你有推荐什么特产吗？这边？是，哦，如果有菠萝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带回去。对，他好像很喜欢吃。然后马上就要新年了，会不会就是去双方家里面拜年？我想。新年目前我们还没有规划 ，but 就是看怎么安排这样。对。会不会想说下一次带他一起来香港？如果下次有机会，会啊，当然。对，我非常喜欢香港，我觉得在这边有一种。很城市的感觉，然后 shopping 都非常好玩。那有没有觉得交女朋友之后，有没有创作那些歌曲变得比较甜蜜？甜蜜吗？我写蛮多甜蜜的歌曲的。如果在第四张，我觉得会有机会听得到。会不会下个月情人节跟他写什么？我情人节可能会在工作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。对。